就是一般的泡芙，然后里面有奶油跟冰淇淋，外面还撒了一些麦片。那吃起来的味道呢，其实就普普通通啦。毕竟来这种咖啡厅也不是真的为了吃什么好吃的甜点。这天呢，店里有四只可爱的柴犬狗狗，然后平常好像还会有其他只狗狗，他们是轮流上班的。这些狗狗下巴的肉都超多的，摸起来超舒服的。一时撸狗一时爽，一直撸狗一直爽。狗狗真的超好摸的，不过衣服上也会沾很多狗毛就是了。这只狗狗听说是这家店的招牌，有上过蛮多综艺节目的。这天到后来就只剩下我一个客人，所以我就一直抱着它，它好像也快在我怀里睡着了呢。真的不是很便宜，而且还有限时50分钟，时间一下就过了。
这里其实就跟台湾的差不多，没什么太特别的地方。不过这里的餐厅呢超级大的，里面座位很多，但是呢也还是很难找到位置哎。这个公园啊，有很多大妈在跳舞跟唱歌，还有很多大爷呢在打牌或下象棋呢。下午来公园悠闲的散散步啊，看看风景也是蛮不错的，然后回去再买杯饮料慰劳自己。桂花脏脏年糕麦旋风，金秋枫糖风味鸡翅，枫糖卡士达三角派，还有优惠的麦辣鸡腿堡跟中薯买一送一。那个麦旋风我觉得还蛮好吃的，里面还有黄豆粉。那鸡翅呢，我是觉得没有很枫糖，就一般般。然后三角派很好吃，我很喜欢，外面的皮酥酥的，很好吃。是自热锅初体验，我买的是自嗨锅。看这一碗这么大碗，我还以为东西会超多的，结果呢，其实吃的东西只有上面一层一点点而已，然后下面呢，是因为要自热，所以它的空间比较大，所以才看起来这么大碗。Thank you.
里面的东西其实没有很多，就一些藕片、土豆片，然后牛腩跟面，应该就这些吧。然后其实它的汤底呢，就是非常番茄酱汤的味道，我觉得不是很好喝，所以整体呢，我是没有到很推荐的。Tell me you love me.